掉在那边看，它就跟着移动的舞，好可爱哦！前面那边跟着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来这里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宝贝们，宝贝 ，hello。又是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就是，哎，我可是我今天没穿露点妆。我们来找阿坤，今天找他来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好像是来那个养鹅吧，带鹅出去散步，走吧。带鹅出去散步了。阿坤你好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啊，好可爱哟。嗨。这是阿秀生的吗？阿爸妈，阿秀的爸妈又生了。你要带他们去散步，好可爱哦！阿秀有很开心吗？有，他就以为是自己的小孩，然后就是我之前放在房间嘛，他就跟着在房间都不出来。真的？No God, please no, no, no！ 我们去散步步。吃草，吃野草才会跟。嗯。我掉在那边看，就跟着移动的舞。好可爱哦！来来来，这里这里来这里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宝贝们，宝贝 ，hello， 宝贝来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宝贝来。来来来来来 ，come here， come here。你要一直保持你的声音，好可爱。这边这边，走这里走这里，宝贝这里 come here come here， 啊，好可爱哦。5 minutes later。所以你平常一天都带他们出来逛几次啊？就一次啊，下雨天就有时候一大就没有。哦。他小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草，比较健康，营养，然后纤维，因为菜的话那纤维量不够，他自己会找到喜欢的嫩草吃。好可爱。他会吃沙子，因为包住帮助消化。呵，这小翅膀嘞！现在是黄的这一只会一直被欺负，为什么？它们饿的时候会啄这只黄的背部，为什么？抓它的毛来吃，好可怜。抓啊！就食物不足的时候会去欺负最弱，黄的这一只最没有付出来，而它其实就有这种欺负弱小的习性。你看，像其他的都是压着它，它就是就随便它这样。小笨蛋。正在转大人。哟哟，不怕不怕不怕，哎不怕，哎哎哎。被魔车吓到。不怕哈，宝贝宝宝。哎呦，哎。哎呦。害恁爸即摆打大汉尔，即摆随便去投胎，规工的。前后。嗯，那个头，给他安全感，好很多。头稍微有点包住的话，他会比较有那个这样。一只手捧头，靠近头这只手往前的，
他付出的，这样就有安全感。阿坤真的很厉害。啊，你去抚摸他的头跟脖子，他就会觉得有那个像躲在妈妈的那个羽翼下面的感觉。嗯。就现在最没安全感是地下那一个。阿伦呢？伦呢？怎么丢下我一个人？听他在叫，其他同伴就听到会紧张。阿坤，阿坤，没事。你当嘻嘻。你看他脚疼痛，他就会发。没有。脚抓住他就觉得还好。三只怎么碰？你就对身体伸出来一点。就尽量抱，抱住就好。因为他们本来就聚在一起，会比较安全。好可爱哦！啊，如果像你觉得说他快掉下去，就蹲下来，让他跳下去，也不会落差太大就好。好可爱，好幸福哦！我们下去散步，哎，好可爱！它的毛好软，好舒服。啊、毛，嗯。你看那个翅膀，好可爱哦！大树，好可爱。不要说我屁股。哦，这是啥、啊？火焰花枝哦。火焰花枝。越变越漂亮吗？很漂亮嘞。越漂亮。它这是母的。哦。教了它就会变色。哎，好漂亮。跟观赏型的花枝。所以它长大会也会很大只吗？它是有毒的，可是基本上第一个不会咬人，第二你要吃它才会中毒。所以平常逗弄它不会。不会到被咬了，哎，没有那么凶。它跟那个蓝团章。好漂亮哦！它就是警告。啊，你看它手部那个红红，就像火焰一样，真的好漂亮。因为有头发的。等一下摸摸它就变色哎。它就是灰色啊。很美。好可爱。可以飞，可以飞。生气气，生气气，生气气。好漂亮哦。那它有那个水的那个。嗯，超美。它就是模仿那个水波啊，水海面上不是有水波吗？这是我看过近期看过最漂亮的。它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花，对吧？哦。而且它是有毒性的，也不能吃。石头鱼是什么？它也长得很像石头。石头鱼？这个？这两只是鱼啊，它的头这样，然后它背鳍有刺啊，所以你脚踩到就会中到。它的眼睛？看眼睛跟嘴巴。对的。它现在故意呼吸很小，花枝长大了。长大了，上次来接生的花枝吗？这里啊、哦。不用，马鞭鱼。好漂亮。水位加高了，可以钓啊。好漂亮，好漂亮的鱼哟、哦。它吃掉了吗？哎，来了。是又要来接生了。那个连这个剑很硬，往这样剑不会掉。走下去一点，走下去。那、啊、上来上来，牵着我的手。穿你的手。哎，好可爱。它比较亲人呢。上下。抓到吗？有抓到你就放。它抓我的手。那它如果有抓到，你就可以放。好，我拍到了。那个
那人被打到应该很痛吧？我被打过一次，还好，因为人有那个吸震的效果。哦，你如果是完全硬的东西，它可以敲破。哦，它软的话就是打，就是会力量会散，可是还是蛮痛的。嗯，它的那个质量其实没有很大，它速度快，可是它就是单点。嗯，它对我们肉是软的，它就是打下去就散开。哦，它单那个点是有点痛的，是没有想象中的痛。平常就是给他们吃蛤蟆的。哦。气菇，前几天阿坤他们有去吃那个巨无霸气菇，这么大一只，我好想要吃。阿笑，我每次来阿坤家都会特别开心。我梦想中的动物园就是像阿坤他们家这样，比较适合我。谢谢阿笑妈，阿坤真的很厉害，懂的东西很多，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学习。才华洋溢的杂波浪流。阿笑最可爱了啦！订阅我跟阿坤，好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感谢频道会员匠凯电机、胖老爹桃园国际店、卢家客咖啡手烘房赞助播出。